各位朋友好，欢迎收看马面说 Online。 这个新单元呢，双踏还可以这样练，是从我在教学以及粉专经营这些年来呢，收到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的精华集。而这一大片的精华集呢，像是双踏除了踩点节奏外还可以练什么，以及下半身踩双踏那所上半身还可以怎么练呢之类的问题。本回的第一篇是使用小鼓切分装饰音放入连续的双踏节奏中，在练习时呢，要特别注意每一个切分音的小鼓轻音必须要准确的跟大鼓对准齐，而且要注意音量与力道不能被踩大鼓动作给影响到，这样子演奏出来的节奏才能会听起来整齐干净。本回的马面说 Online 就到这边，如果对练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透过以下方式与我讨论。如果你想要在自宅自修双踏，可以参考我的线上课程双踏攻略进修篇，里面的课程呢，可带领完全不会双踏的你从初步开始慢慢建立起基础，再让你用这样的基础用更多的衍生进修练习。喜欢请订阅按赞分享马面说 Online， 下回见，拜拜。